这段词其实还挺，我看的时候还挺难过的。但是说到孩子那块儿，我一下子就可能绷不住了。其实这是我最关心的点，这也是我现在为什么犹豫的点。这是我一想到山里面的孩子能有机会走出去看一看，我就不开心。三二一，开始。Hurrah!